调整好啊，两个人打电条，好球，好漂亮，这是龚翔宇四号。这球对方发的质量很高啊，嗯，你不接就压边线了。这球小雨还是注重平打，三次了，二号位，漂亮，小雨啊！现在关键时刻，小雨站出来了。现在又到了朱婷的发球轮，我们看到进入到关键分啊，但是朱婷是到了后排，我们需要利用她的进攻。对方换人上来发球，但是这时候他不敢发。嗯，好一传，一传到位。小雨，小雨，漂亮！好球，中国队获胜。人生能有几回搏？战胜了对手，这是体育道德和体育实力的双丰收，让我们大声的告诉世界，谁是英雄？哦，打得很快，这个球。好球！好球，好球啊，让中国队领先五分。好球，这是龚翔，这球没有配合好。小宇宙，漂亮，高、啊，所以这种全抄手的球就是比较的少，但是其实对于他来讲，他的半抄手球挺多的。对，就来了。所以中国队的比赛其实基本上70%的上座率啊。嗯。好球，基本上把现场就变成了中国队的主场。我觉得荷兰女排应该是在近几次大赛啊，应该是。11号是。跑一圈。啊、漂亮一个，这个时候还是希望有队员可以站出来来调动一下大家。再来，的经历。再有就是现在跟二屯的配合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顺畅了。嗯。我们的机会球啊，三点攻。好。二号位。好球。好球给他打。对。然后给他制造一些得分，让他提升自己的信心啊。让他找一些可以进攻的一些感觉。传到位了。再拉还是。好球。好球。机会机会。调整好。小雨。好球，太关键了，就这时候意大利队只能叫暂停了，让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。这是二号位的一个反，这个二号位，漂亮，大的差距的，其实对于所有队伍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也要理解队员他身上背负的这种巨大。漂亮，漂亮，我们来打一交叉。
好球，一个平打。那么这样中国队拿到赛点。